家好，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酷乐 K 歌 AI 音响内建最屌最有趣的美华卡拉巴 APP。这个 APP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拥有全台唯一的 AI 评分技术，不但是可以及时分析你唱的旋律音高准不准，进拍点对不对，中气足不足够呢，长音有没有唱到满，甚至声音的情感表现有没有做足，还有专业歌唱技巧，像是滑音啊、抖音等等的，都可以加分哦。同时，这套评分软体呢，其实是有很多专业的歌唱评审老师帮我们指导跟认证过的，所以是真的非常的专业。当然呢，它的 AI 智慧也持续的在进步中。那我们每次演唱完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的分数，甚至还可以看到全台排名的大数据哦。所以如果能够排进前面的名次，下次别人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登录的名字跟头像。哇，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变成明日之星了？在这个 K 歌平台上面呢，有上万首的线上 MV 曲库，想必大家一定都不想要再去翻整传统的点歌本，眼花缭乱的去找歌了，所以他也很贴心的准备了麦克风语音点歌的功能，只要对着麦克风说出你想要找的歌曲或者是歌手名称，就可以找到想要的歌曲啦。当然呢，他的语音辨识度也是相当准确的哦，真的是非常方便好用的功能。手掌心，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主页上的各种分类来浏览并且选择想要唱的歌曲咯。那在新进歌曲区就会有近期上架的歌曲，云端会自动去更新资料库，所以就不用像传统点歌机一样还要自己手动花钱花力气去更新咯。大家去唱歌的时候，一定常常遇到排队点歌、抢点歌机的状况。酷乐非常贴心，帮大家准备了手机遥控器，只要下载 APP 就可以轻松的在手机上点歌，甚至还有常用的控制功能，通通一应俱全，连遥控器都不用抢了。大家人手一台点歌机，人手一支遥控器，还可以发送弹幕跟正在欢唱的朋友互动哦，真的非常的好玩。心经刻骨铭心这苦心，可不可以不甘心，可不可以不认命，如果可以那我还给你。酷乐 K 歌 AI 音响，让你在家就能够跟亲朋好友轻松开 K 歌趴，享受超越传统伴唱机甚至 KTV 的欢唱体验，更加便利，更加安全，更多乐趣。